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东西方啊，人种的一个差异啊，譬如说我们开完刀以后发生血管啊塞住，这个下肢啊血管塞住以后引起肺栓塞的这样的一个几率，似乎比西方人来的少一点。似乎啦，这个统计上或者是实际上临床经验看起来确实是少一点。我们的凝血的那样的一个差异性有一点点东西方的一个差异。那再来，我们做人工膝关节的时候，在东方的一个人种，尤其是华人的社会里面啊，需要它的一个弯曲度比西方要来的弯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跪着的时候，那个弯曲度当然要来的比较弯一点了。所以这种人种地方的一个文化风俗的一个差异性啊，也跟医疗其实都有密切的相关。因为要考虑到这一点，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可能是不一样，这能才能达到这个病人他本来的一个生活面文化面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膝盖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怎么让它重建，这个的骨科的专家们用现在要用越小的一个伤口，越换越少的一个地方，甚至于不要换的一个状况，甚至于是说局部怎么补强的一个方式啊，来让膝关节可以冻龄啊那样的一个状况。不过我们看膝关节整个的一个结构就知道，有些事情啊我们还是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啊，譬如说追赶跑跳碰啊，你那种橄榄球啊等等，那个局部给你弄倒以后，这里哪里，因为它不只是骨头，不是骨折的一个问题，而是这个韧带的问题。譬如说跟这个我们的一个稳定度，膝盖的稳定度有很厉害关系的，这叫前十字韧带，你往这个地方走。那不止前十字韧带，还有个后十字韧带往这个地方来，这个对于我们膝盖前面这个大腿的一个稳定度都有这样子把它固定住的这个效果。那还不止啊，我们可以看得到两边还有这样的一个从旁边加强的一个韧带，那前面还有我们膝盖这个骨头啊跟我们的小腿骨之间的一个韧带，所以才让我们的膝盖能够维持那样的一个稳定啊。所以是膝盖的一个稳定度跟它负担的一个责任，事实上是很大的。所以长长久久讲起来的话，是要好好的爱护着它。意思就是说，突然间急性期的那个伤害要尽量减少一点，平常的一个负荷我们要考虑到整体姿势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才能够让它长保青春呢。给大家看到一个长保青春的那样的一个画作啊，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你说这个什么长保青春？我们待会跟大家稍微再报告一下。这位是英国的画家，十八世纪末期，根兹巴罗，他肖像画也是非常出色，背景中衬托出这个女主角的她的一个特殊的那样的一个，不管是气质也好，或是穿着打扮各方面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配合。第一个他永葆年轻的比较年轻的那个状况，这时候他已经31岁了，18世纪末期的31岁了。大家知道20世纪初期的时候，纽约的平均寿命是多少？40岁。所以大家可以想见，18世纪末期这31岁已经算我们现在的可能60、7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啊来算的时候，31岁楚楚可人啊，气质还是这样的一个优雅女高音啊，所以内在外在都让人家感受得到她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根兹巴罗跟这一位叫做理查谢里丹夫人，她是那时候已经结婚了。那么她本名叫伊丽莎白林利啊，伊丽莎白，这跟伊丽莎白她这个家人呢、事实上蛮熟的。所以她从小的时候，你看这个就是刚刚那个伊丽莎白，这是她弟弟，她家人的一个画像。这是伊丽莎白跟她妹妹玛丽之间的这样的画作，都对音乐很有兴趣啊，所以这个不是画谱，这是乐谱上面都可以点出他们的一个这种希望将来去投身的地方。所以这位美女啊，那事实上也是得到大家很多的青睐，那也这个各方面有她的一个成就出来。那可以看得到，根兹巴罗他的一个画像里面，外面还是强调确实社会上
风风雨雨啊，这个复杂的一个环境很多，能不能保持那一份的一个淡定啊，也是不是那么样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一位伊丽莎白，她本身其实在社会上面的一个影响力，还有她本身对于她自我的一个要求跟肯定啊，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这是他结婚以后，就是刚刚讲他是理查谢里丹夫人，这是理查谢里丹，那也生下一个男孩。结了婚以后，过一阵子后来他又结识了另外一个男生，他心仪的对象，这就后面这两幅就不是根治巴罗画的，他的后来再认识了以后，也生下了一个小孩，在生下了一个小孩以后。结核病恶化，2年之后去世啊，所以那样的一个画作中啊，其实我们读到的当时女性社会的地位，她有办法去挺身而出，为了她自己的喜爱而做出这样的可能为当时社会所比较不能容许的事情，她可以去这样去做，也是蛮不错的。但是呢，那个时代中非常辛苦的一个生活方面。健康方面的一个束缚啊，还是无所不在。因为生小孩，他要付出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这个影响比较大，就是因为结核病这样子啊，后来又恶化而去世啊。所以肺部啊是一个功能上，我们平常不会自主觉得它有些什么特别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真的，一旦发生问题，这个要愈合的一个困难度也是会比较高。一个3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出现问题的，这没有症状，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是她的胸部 X 光片，也就是在检查的时候，照的 X 光片，胸部 X 光的检查，这跟后来她这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胸部 X 光片做对照的时候，之前的胸部 X 光片做对照的时候，大家看到这里不对呀，这里的。影像上面表示在这个地方有肿瘤，也就是一个纵隔腔的肿瘤。纵隔腔的意思就是我们横切面来看的时候，这是心脏大血管，这是肺脏，那这里地方有肿瘤盘踞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肿瘤相对已经是第3期了，比较大的一个肿瘤，也就是胸腺长出来的一个肿瘤，在心脏前方，我们的胸腺这个位置。那胸腺正常的时候，它是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啊，它会在胸腺这个地方啊，赋予它更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训练啊，让这个细胞知道我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来捍卫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有敌人入侵，有癌细胞病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的去把这样的一个范围损失啊，范围给它缩小，损失啊不至于扩大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关系到免疫方面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在这个的这样的一个胸腺这个地方啊，长出那样的一个肿瘤出来。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肿瘤，透过这个 X 光片，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大家想，那不开刀跟它拿掉？开刀也有它的一个有它限制啊，意思就是，如果是肿瘤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开的，胸腔外科医师没办法开的。所以这个经过电疗还有化疗的结果，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6个月左右的情形啊，这是5年以后，已经经过5年，所以局部这个地方没有说什么复发的状况，倒是在这里勉强有一点点看得到，有点怪怪的。然后给他做电脑断层的时候，看到一个这么小的一个阴影啊，这个再想办法局部再给他做一些进一步的肯定跟治疗。另外一个个案呢，这就是另外一个个案，也是看不出没有什么症状，看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胸腺长出来一个肿瘤，所以这种平常没有些什么症状，但是呢，一旦出现就要非常小心的去对付的，这是胸腺的一个肿瘤。那所以健康检查，即使在年轻的这个还是非常重要。所以年轻我们要更要珍惜现代时代对健康的一个帮忙。来收看，这样。